看来可以用这个送你们上船。 这木杆也可以助我一臂之力。 怎么上船呢？刚才看到的木杆，或许有用。 我去棚内开船。 终于来了。 背叛的后果你很清楚，你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，何况他的。 江湖只知道青衣楼的刺客令人闻风丧胆，却不知道青衣楼的幕后还有直木关。
人人都说青衣楼刺客从无失误，但我知道青衣楼刺客曾屡屡失手，甚至命丧当场。尾藤善后的是直木关无命，你也应该知道直木关不但为青衣楼善后，也为青衣楼扫除叛逆。我知道，从我离开青衣楼的那刻开始，我就成了你的目标。那你为何还要背叛青衣楼？也许我想争取一个不一样的结局，也许我觉得世上有东西值得我不惜一切也要去守护。你有想守护的东西，但要记住，你要活着才守得住。但你活不下去，因为我想要你的命。青衣楼的刺客令人闻风丧胆，却不知道青衣楼的幕后还有直木关。人人都说青衣楼刺客从无失误，但我知道青衣楼刺客曾屡屡失手，甚至命丧当场。为他们善后的是直木关无命，你也应该知道直木关不但为青衣楼善后，也为青衣楼叛逆。我知道，从我离开青衣楼的那刻开始，我就成了你的目标。那你为何还要背叛青衣楼？也许我想争取一个不一样的结局，也许我觉得世上有东西值得我不惜一切要去守护。你有想守护的东西，但要记住，你要活着才守得住。但你活不下去，因为我想要你的命。青衣是青衣楼最强的刺客，但现在的他赢不过我。拥有牵绊的青衣只是凡人，把这姑娘绑上。至于青衣，我会亲手处理她。
我的剑是否在这些木柜中？有锁链锁住了门，我需要用。为什么青衣没死？前面的房间锁住了。他没骗我，无名对你说，他说这像无名，无名还是他期待无名。虽然我觉得我们尽量避走，直木关来。
前方的路断了，旁边有绳索，我下去看看。嗯，或许我还可以帮到你。我应该先拉动旁边的机关，看来我应该先拉动旁边的机关，看来我应该先拉动旁边的机关。现在路通了。这风车，我得让它停下来。嗯，风车停下来，我们就风车带动了传送带，我从旁。把这个木箱推到传送带上。
旁边的高台有机关，在这里等我。我回去搬动机关，你们就可以到对面了。可你怎么过去呢？别担心，我从高台就可以跳过。青衣，这都是楼中你的故人，你得把他们全解决了，才能继续前进。敌人太多，拖下去怕是难以在末里脱身。我也
驾！无命，他趁乱擒住。现在不影响太多。好。